Care what it costs, act like a casino. Run to the left, straight to the right, drop it down low and take it back high. Bitch, I don't need.
follow my simple instruction. Hi.大家好，我是 MC 自在，对，好久不见。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因为场地原因我们改了线上直播，不过这是好事情对吧，我们有 One Meeting 过来的 Dancer， 然后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跳舞。那 OK， 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来到这里究竟为大家带来什么产品呢，对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16X 和 V8。 那哎，估计哔哩哔哩网友要吐槽了，说啊，这两款产品旧产品发过了，对吧？为什么我们重新回到这里？为什么还要再发一遍？那是因为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配色。我们想给大家带来最流行、最时尚的配色，但是到底是什么颜色呢？对，我们说了不算啊，谁说了算？潘通跟 Chanel 说了算，所以我们看一下他们提出的2019年的流行色到底是什么呢？对，叫 Tear Blue， 是一种特别的蓝色。那这次我们的 16X 非常热的产品，对吧？当然现在京东已经有部分现货了，天猫有部分现货了，官网也偶尔买得到的产品，它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全新的新颜色呢？就是 Tear Blue。蓝色我们叫云山蓝。当然很多小姐姐还说，哎，这个蓝色男生用可能更好一点吧，我们还有紫色版本，对，很漂亮。但 16X 旗舰级产品性能顶峰，它卖的会有点贵，对吧？所以我们的 V8， 喜欢这两款颜色的朋友们可以考虑 V8。蓝色版本叫灰蓝，同样我们给你非常非常漂亮的紫色版本。对，那 OK， 这是我们给这两款产品在这次带来的全新的颜色。那我们再看一款产品是 X8。那我们知道 X8 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就发布了，然后虽然我们一直没有开卖，但是有一些朋友已经拿到了一些手机，它真实的使用体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个朋友的评价，他说 X8 的设计质感和性能在同价位简直是 bug 般的存在。那这么好的手机对吧，设计质感和性能都没问题了，我们还能让它更好一点吗？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时尚和潮流，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让它变得更加的时尚和潮流？我们可以给它追加一个渐变色吗？光线照射上去，在不同的角度会反射不同的光线，所以真的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说我们不做时尚界的宠物，对，我们要有属于自己的 tattoo。被两个小姐姐比心啊，我的小心脏有点受不了，但是我也知道他们比的是渐变色，跟我没什么关系啊。那 OK， 接下来我们看后边的内容啊。那我们看一下 X8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首先屏幕的话，我们知道 X8 在发布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了，它是市面上最浅的刘海屏。那为了能达到这么浅的刘海屏，我们花了$200万去定制这个屏幕，而且因为这个刘海屏特别的浅，所以我们必须在全球找到一个2000万的前摄，但它仍然是定制的全球最小的前摄。所以我们在一个很浅的刘海里面放进了非常多的传感器。那
上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它的下巴因为我们定制的 COF 的屏幕，所以可以变得比一般的手机更窄。最终 X8 的屏占比达到了惊人的 89.6%。 我相信X8 应该是今天刘海屏手机里的颜值标杆了。那它的屏幕的素质也非常的优秀啊，这些东西很多人看不懂了啊，总结一下就是分辨率很高，亮度很高，色彩表现很好，对比度也很好。那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花了这么多的钱去定制的屏幕，既确保了颜值好看，又确保了你在看这个屏幕的时候体验足够的优秀。那同时 X8 的材质其实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手机品牌在这个价位选择什么材质，他们选择玻璃。玻璃材质的确很漂亮，但玻璃材质有两个问题，其实很普遍。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厚，第二个问题就是容易碎。因为本来手机正面的玻璃就容易碎了，然后如果背面还是玻璃，你碎屏的概率接近增加了一倍。而 X8 选用了一种跟他们完全不同的工艺，我们叫做量磁堆栈工艺。那这种工艺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做得更有质感，而且能把颜色表现得更加有个性。最重要的，它轻薄不易碎。那大家可能说，哎，这个材质它是怎么达成的？我们为什么能在今天发布这么时尚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呢？是因为这个工艺要求把手机的后背做出非常多的层，每一层负担不同任务，最后它们全都压到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光影的表现。那这就是 X8 的两个渐变色，一个叫霓虹紫，一个叫幻光蓝。我觉得霓虹紫其实男生用也完全没有问题的，效果真的很炫酷。当然很多朋友很低调，我不想用这么炫酷的颜色，我们还有白色、黑色跟蓝色供你选择。那说完了材质的问题，我们看一看性能。我们也说过了 X8， 因为我发布过一次嘛， X8 的性能是骁龙710处理器。那我们今天重新说性能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710处理器虽然很优秀，但它不是旗舰级处理器，它离满分还差那么10分。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回到这里来，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能用710处理器，我们达成的不是90分的效果，我们要 PK 旗舰级的使用效果。当然了，如果在座的各位是内行，就说哎，这个是不是胡说八道，对吧？你不可能换处理器的平台，没错，但是我们可以做软件的优化。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 X8 全新的提升是我们跟腾讯的合作，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王者荣耀的倭寇模式。我相信很多鼓掌的都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倭寇模式，对吧？倭寇模式是充分利用手机平台的多线程性能优化游戏，让游戏达到几乎满帧的运行效果。那到底这个倭寇模式在710下的表现如何？我们看一段视频。看到团战帧率接近满帧，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使你是8组，你也不可能得到比它更流畅的
效果了。它710在 Vocal 模式下经过优化，可以保证在几乎所有场景下的满帧运行，所以大家用710打完全可以战胜任何845的对手，我们之间没有差别。那这就是真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性能的提升。所以我想问我们的 Dancer， 这么高的性能提升，你们有没有 Freestyle？Respect， 我没有 freestyle 的 show respect。那 OK， 我们看一看相机。那我们知道 X8 的相机 MS362，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双 P 对焦0.03秒的对焦速度，同时我们有今天市面上最强的 SP， 同时我们匹配今天市面上最好的算法，所以 X8 的相机的表现非常的优秀。但与此同时，因为 AI 的加入，所以相机可以自动识别场景来匹配不同的模式，所以傻瓜式的相机，但是能拍出非常专业级的照片。那上次发布会我们没有给大家展示非常多 X8 的照片，但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些 X8 的真正的样片。这张照片是在香港拍的，然后您看，夜景是在深夜的街道，光比非常的强烈，但同时它把小姐姐表现得非常的漂亮，而与此同时后面的曝光也很完美，这个是非常非常挑战的一个场景。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暗光的色彩的表现，这张照片也非常的挑战。对，然后它能在暗光的条件下良好的表现肤色的同时，准确的还原非常复杂的融合了光线的色彩，所以真的很厉害的相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X8 的前置2000万，对吧？那我们一定要给你 AI 美颜和 AI 人像虚化，因为我们要发朋友圈，对吧？那我们看一看我们拍的照片朋友圈里厉不厉害，肯定可以集赞嘛，对吧？所以这就是 X8 那非常漂亮的，市面上也许是最漂亮的刘海屏手机，然后超高的屏占比 MS362， 并且710经过 Vocal 模式的加持，王者荣耀团战满帧。但我知道现在哔哩哔哩的网友们一定会说，你这个东西对吧，一直在发布从来买不到。对，没关系，为了回馈大家的质疑，所以 X8 今天晚上8:30全渠道首发，有货了啊。那当然为了感谢支持我们的平台，我必须得念一遍啊，魅族官网、魅族线下专卖店、京东、天猫、苏宁易购、国美、地讯通、乐宇。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现场，带来我们的重头戏，就是今天我们要发布的一个全新的产品，也是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悠久的、有千万用户支持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 Note 系列。那我们知道 Note 系列是非常经典的产品，那市面上的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发布之后，它的销量曲线一般是什么样的？其实一般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规律，就是新品上市的时候销量很高，但是随着它慢慢的变老被淘汰，它的销量会慢慢的下降。但 Note 系列几乎从来都不会这样， Note 系列的销量曲线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 Note 系列销售之后，当然前期可能有我们供货不足的原因，但是用户因为使用了 Note 会向他周围的人推荐 Note， Note 的推荐购买率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 Note 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一款口碑级产品。
那我们知道 Note 系列已经饱受赞誉，而且 Note 6也非常的受欢迎。那这次 Note 8我们能在 Note 系列以往的基础之上带来什么样的提升？首先我们看一下结构。那结构的话，我想问，就是你们拿到手机，一个全新的手机，开了箱，接了贴膜，你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对，很多用户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我去给他买一个壳。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结构工程师为了能让手机薄那么0.2毫米、0.3毫米，都要费劲的去不停的工作加班。可是你简简单单的拿到手机之后，花了好几百块钱，你又让它后悔去了。所以手机壳是有问题的，手机壳让你的手机变得更丑和更厚。所以今天 Note 8我们的结构上面设计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可以对手机壳 say no。 那为了能达到这一点，我们肯定得使用比较坚固的材质，所以 Note 8是全金属的材质，确保手机有足够的强度。可是其实全金属的手机很多啊，大家也知道，全金属的手机也未必那么的耐摔。那么我们在全金属的手机材质上面又定制了纳米的缓冲垫，能充分的吸收震动。那这样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定制一层来吸能的，叫做尼龙保护圈，高韧度的尼龙保护圈。它不是金属，它是尼龙，它能有效的吸收震动。而与此同时，我们要给机身整体一个足够的强度，所以我们还匹配了高强度的压铸铝合金。那最终 Note 8经过了这些工作，它的样子到底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后背，可以看到非常的圆润，而且一体感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使用了一刀切的纳米注塑的天线。那我几乎可以说，千元机的价位上，这是一个工艺杀手。但是工艺杀手，用了这么多的工作，加了什么纳米材料，加了尼龙，它到底耐不耐摔？我们得测一下，对吧？所以我们把 Note 8放到我们的测试的跌落仪器里，跌落了1000次没有碎，酷不酷？啊，没关系，我们还接着测。我们跌落了3200次没有碎，酷不酷？最后我们跌落执行到了6400次，它还没有碎，酷不酷？跳的真是很好啊。那我们看啊，6400次都没有碎，所以 Note 8在结构上的进步真的非常的大。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Note 8的颜色。我们说我们要做更时尚的颜色，然后我们提供黑色、蓝色还有紫色。然后对于非常有个性的朋友们，你们还可以选择红色。所以我们一共有4种颜色的版本。那接下来我们到了 Note 8的性能环节。性能环节，我们说我们这款手机虽然是千元机，但是我们要能吊打3000档。那怎么办？我们知道普通的千元机会是骁龙625，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选择。而这次 Note 8要更进一步，所以 Note 8的芯片是骁龙632。骁龙632会比625的性能提升接近40%，而且全新的架构跟以往的架构不一样，它可以更加的稳定跟省电。当然，它也是一个8核处理器，1.8G 主频。那
而且这次全系我们在千机上标配4GB 运存。那为了能让这款手机也有非常良好的游戏表现，我们在跟3000元或者更贵的手机一起打游戏的时候不吃亏，所以我们也为大家在 Note 8上带来了王者荣耀的倭寇模式。这个模式的真正的执行结果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测试数据啊，几乎一直是满帧，波动非常的小，而且是在高清的条件下平稳的保持60帧的运行，所以开黑绝对不吃亏。那接下来我们看相机，我们知道 Note 8的相机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 Note 6的相机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吊打2500档。那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这个价位上没有谁，没有哪个品牌特别特别的在乎相机，他们都不重视。那我们当然可以给 Note 8一颗久经考验的饱受好评的 CMOS， 就是 IMX362。 同时匹配双色温闪光灯和双摄。那 IMX362 厉害在哪里？ IMX362 其实我们说过很多遍了，就是 IMX362 是这颗市面上很难找的一个真正的单个像素大小是 1.4mm 的一颗 CMOS。 那我们知道大家可能对像素数比较敏感，800万、2000万、4000万，但是画面上的每一个像素的质量由什么来决定？由这个单个像素的大小来决定。 1.4mm 是一个很大的尺寸，它能让你的画面的每一个像素的表现足够优秀。当然我们的双 PD 对焦，对焦速度也非常快，0.03秒。而这次我们的 ISP 是双混合的 ISP， 处理速度也非常的快。那这就是 Note 8相机的全部内容，1200万加2000万，6P 定制镜头，双色温闪光灯，以及我们的双 ISP， 还有 1.9 的超大光圈。那这是参数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 ISP 和这个 CMOS 经过我们长时间的使用跟长时间的优化，它的拍照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这夜景的表现在非常暗的光线条件下表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光线，而且它的颜色又很丰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颗 CMOS 的素质真的是非常的好。我们再看一张更挑战的在夜晚的人像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光线条件非常的严峻，但是还是拍得很漂亮。然后这个美女真的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I want nobody but you。我特别痛恨这种撒狗粮的行为，对，所以我们赶紧回来，对，我们不要再看他们了，我们接着看 Keynote， 对吧？我们还没有说什么，我们还没有说前摄 ，Note 8的前摄800万像素，那配合红软的算法，那确保你发的朋友圈的照片都表现得很完美。那我们看一看这种照片能不能在朋友圈集赞，对吧？对，所以。长得漂不漂亮只决定30%，相机的 AMA 好不好决定另外的70%，对吧？那我们进一段视频。Won't you come with me? Know that we can be free of all fears. I will drive you there if you don't coffee and niggas.
情。双 P 顶级速对焦，助你拍出好照片。魅族 X 八轻奢拍照手机，魅族 Note 八国民拍照手机。所以你知道，这个片子说的什么？这个片子说的是，因为我们的非常优秀的 CMOS 加配合非常快的0.03秒的对焦，生活中虽然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小意外，但它并不妨碍我们留下那个决定性的瞬间，最美好的记忆。当然，哔哩哔哩的网友们还在说这手机还防火，我这个手机不防火，所以照片中的有些镜头你们不要模仿。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看续航。那我们知道 Note 系列是一个续航一直非常优秀的系列，那么这一次我们也要为大家带来超大的电池，3600毫安的超大电池。当然很快有人说，哎，3600毫安也叫超大电池了，是什么年代，对吧？我知道你上一代产品 Note 6是4000毫安的电池，那这的确是一个矛盾，就是如果我们想把手机做得更漂亮更轻薄，我们只能用更小的电池，但是我们要增加手机的续航时间，我们需要更多的电量。而这次我们的目标是，虽然我们把手机做得更薄了，我们用了更小的电池，可是我们的使用时间要超越我们上一代的使用4000毫安电池的 Note 6。那我们真实测试的结果，我们发现 Note 8因为处理器的提升跟系统的提升，我们使用3600毫安电池的时候，使用时间比4000毫安的 Note 6还整整多了一个小时。对，但与此同时得给大家匹配18瓦的快充，对吧？没电我们赶紧充。那 OK， 所以续航也非常的优秀。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信号。信号我们定了一个更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要吊打10000道。对，但其实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但结果出现了一个信号特别差的10000道。对，所以呢没办法，对吧？我们就吊打了。那我们真的在各种测试条件下，我们的信号水准是好于使用英特尔基带的10000档的 iPhone XS Max 的，所以说这完全是高通基带的功劳，对吧？但是我们知道通话也许大家越来越少，但是数据真的很重要，所以一个良好的信号真的是一个手机体验的基础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能在这里冒险，我们很简单，我们的信号吊打了10000档。OK， 我们看一下屏幕啊，屏幕真的很关键，因为我们一直在看 Note 系列这么成功，如此多代产品，那么多人支持，那他们为什么支持 Note， 对吧？什么是 Note？ 最终我们说 Note 其实就是一个淋漓尽致的大屏体验，所以 Note 的屏幕必须得大，但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得使用起来非常的舒适。那在手可以握持的最舒适的大小下能放进多大的屏幕？最终我们放进了6寸的全面屏，而且因为屏幕技术的提升，全面屏对你整个感官的提升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一段演示，你就可以看到，这是非全面屏，全面屏，所以，屏占比86%。但是既然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屏幕，表现如此的优秀，它的显示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惜代价的去提升了这个屏幕的所有的参数。很专业啊，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很清晰，对吧？亮度也很高，对比度也很高，色彩表现也很好。那
与此同时，我们提升了所有的关于显示的表现之后，我们认为在整个使用的体验上还可以再做更多的工作。那么 Note 8的这个屏幕的使用体验有什么样的进步？我们不是只看屏幕的，我们还会操作屏幕，所以 Note 8支持湿手操作。对，你手湿的时候是可以操作手机的。同时因为全面屏，让我们的上下边框跟左右边框都变得更窄了，所以误触会更加的频繁。那我们支持防误触。那与此同时，我们还支持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就是我们每天解锁手机总要摁电源键或者敲屏幕，对吧？我们支持台湾亮屏。对，所以我们整个让屏幕亮屏进入工作状态的方式变得越来越简单，而与此同时我们支持全面屏手势。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 Note 8的视频。时间的尺度不是分也不是秒，而是瞬间。短暂的一瞬间迸发着千万种思绪，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拼接着过去与现在。在快门按下的那一刻，瞬间凝结成了记忆，而记忆永恒。国民拍照手机魅族 Note 8。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好手机真的很重要，就是拍女朋友的时候不会挨打，对吧？那 OK， 我们来看一下 Note 8的全部内容啊。它有好的设计、好的工艺、好的品质，同时大屏幕、大电池、大内存，优秀的相机和出色的性能，对吧？所以我们进价格环节。那价格到底是多少，对吧？是1298。对，那今天晚上8:30啊，很快就到了。今天晚上8:30，在魅族官网、专卖店、京东、天猫和苏宁易购正式预约。什么时候开卖？对，我们知道双十一很快就到了，所以我们在双十一的第一天开卖。所以双十一11月1号0时正式开卖，在魅族官网、魅族专卖店、天猫、京东、苏宁易购、国美、迪讯通和乐宇。那同时我们店员提到了双十一啊，就是魅族双十一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利好？购物狂欢节我们也不能缺席。双十一魅族会给大家带来新品开售千万优惠券跟购机赢1110元大奖的利好，所以你去魅族官网、天猫、京东和苏宁易购全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那双十一狂欢购，那为了回馈各个平台的支持，我们也必须给他一些独占产品。首先天猫，你喜欢16X的烟晶紫，然后 V8 的灰蓝跟 V8 的烟紫，那么注意了，双十一期间你只能在天猫买到。那有人说16X的蓝色怎么办？蓝色云杉蓝跟 Note 8的红色版本在双十一期间你只能在京东买到。那当然都包括魅族的官网。那 OK， 我们的内容几乎就全部结束了，但是我们缺了一个环节，就是体验环节。因为以往大家来到发布会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手机都想立刻去体验一下，但因为我们是直播没法体验，没关系，我们跟全时的便利店合作，在以下8个城市：北京、杭州、重庆、苏州、长沙、南京、武汉、成都。只要是全时的店，你进去你就可以体验到 Note 8。OK，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大家好，这里是比格科技。在 X8 发布之后，魅族紧接着发布了今年的 Note 机型，魅族 Note 8。相比上一代产品， Note 8到底有什么样的进步？我们下面来介绍一番。外观设计上， Note 8用上了无刘海的全面屏设计，极窄的上额与下巴带来了更高的屏占比，达到了86%，简洁的正面流露着魅族一贯的侘寂气质，背面则是用上了全金属纳米铸塑的一体机身，拥有魅族式的弧形天线设计，一眼看去外观跟魅族 16X 的背面相仿，摄像头上方为双色温闪光灯，下方则是后置指纹模组。魅族 Note 8拥有四种机身颜色，分别是曜黑、灰蓝、烟紫、烟红。除了拿到黑色真机之外，我们还拿到其他三种颜色的贝壳样品，贝壳内部的 CNC 精雕工艺也十分精准，即使是千元机，做工仍然也毫不马虎。机身比上一代更薄更轻，重量仅有168克，容下的是一块6英寸18:9的 LTPS 全面屏，分辨率为全高清的2160×1080，最高亮度450尼特。屏幕的色彩相比上一代 Note 6，从肤色中可以看出颜色更通透。下方有3.5毫米的耳机孔和充电口，侧边是双 Nano 卡槽，支持全网通和 TF 卡拓展。Note 8还有一个卖点是抗跌落，多角度跌落测试共计通过3200次，1米多角度跌落测试共计通过32次。究竟是什么让 Note 8如此耐摔呢？ Note 8在一体机身的前提下，还在金属壳四个角使用的纳米铸塑保护，把受力分摊到主框架上。仔细看主框架，最外圈其实并不是金属，而是高韧性尼龙保护圈，用于四角摔落时做缓冲，从而降低屏幕碎裂和元件损坏的几率。从内部结构可以看出， Note 8采用的是三段式设计，所有的主板元件和屏幕都集中在框架这一边，间接性减少各元件的脆弱性。主板上的主要元件都有屏蔽障保护，布局工整又不凌乱，继承了魅族一贯的精良做工，简洁而不简单。大多数手机只看外观，在看不到的地方可能会偷工减料，但魅族 Note 8不仅外观上力求尽善尽美，连内部看不到的地方都下足了功夫。如果平时比较容易摔机的用户，不妨试一下这款魅族 Note 8。在成功推出高通骁龙625的基础上，骁龙632平台借助八核 Creo 250架构，14纳米工艺继承了骁龙625一代神优的称号。骁龙625的8颗 A53 到了632升级为4颗 A73 加4颗 A53， 并加入了新的 Hexagon 546 DSP， 提高了能效比，性能较上一代提升高达 40%， GPU 提升了 10%， 同时拥有极高的功效和快速 LTE， 电池为3600毫安时，相比 Note 6少了400毫安时，但续航上到底会相差多少，我们为此做了续航测试。在游戏环节中，我们用王者荣耀进行测试，打开了极限模式的高帧率高画质，测试下来的结果是 Note 8比 Note 6续航时长要多出 20%， 而观看在线视频， Note 6和 Note 8都为10个多小时。顺便提下， Note 8的王者荣耀后续将会支持与腾讯合作的 Woken 模式，该模式下打开王者荣耀，就算是团战，帧率也会稳定保持在60帧左右。Note 8是如何做到这么好的功耗比？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新一代的 CPU 和 Flyme 加持，续航做到了和以往 Note 系列一样扎实的水准，配合上18瓦的 M Charge 闪充，充电也完全没有顾虑，中度使用一天还会有剩余电量。相机硬件方面与魅族 X8 相同，用上了口碑极好的 IMX362 传感器，由于算法的提升，对比上一代魅蓝 Note 6有长足的进步。双 PD 极速对焦、红软算法这些都保留下来的同时，照片的成像素质再次提升。我们先来看 Note 8的样张，在白天光线充足下，能快速地抓拍到高速行驶的动车，而且天空和稻草的颜色也是特别的讨喜。到了快接近傍晚，光线稍弱的情况下，Note 8也可以拍出色彩比较艳丽的天空和景物。如果是晚上拍摄能稳定的情况下，拍出这种漂亮的夜景也不成问题。对比上一代 Note 6，
两组虚化的图片 Note 8出片的颜色会更通透，天空没有过曝，而在两组逆光对比中 Note 8比 Note 6有更宽的色彩容度，降噪后的纯净度也是要强出不少。前置为800万，用上了第五代红软美颜算法，就算是千元机自拍也是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Note 8虽然为千元级别的手机，但相机还是用上了备受好评的 IMX362， 配合上最新的红软算法，急速的对焦让你随心定格精彩瞬间。出厂适配的系统为 Flyme 7， Android 版本为 8.1。 从画面可以看到 Flyme 优化的系统流畅度甚至可以比肩旗舰机型，微博的滑动页面丝滑顺畅，一点粘滞感都没有，系统桌面切换侧边快速打开程序也是响应极速。 Note 8支持背面指纹解锁，也支持人脸解锁，在食指触碰背面指纹的一瞬间可以进入桌面，而台湾亮屏配合人脸解锁也可以做到拿起来一瞬间就打开画面。魅族 Note 8舍弃了4000毫安时的电池，但由于提升了硬件和软件的能效比，做到了更好的续航，同时还带来了比上一代更薄的机身和更轻的手感，还有更大的全高清屏幕，而且更薄的机身配合着一体金属机身带来的抗摔能力也比以往更强。具体售价如下。至此，魅族手机已在2018年把百元到旗舰的价位全部铺满，相信各个价位当中都有适合您的性价比手机。好了，今天的评测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魅族在千元价位的手机有不少极具诚意的产品，在去年发布的 Note 6可以说就是它的代名词，其千元拍照手机之王的口碑也是得到了很多用户的认可。10月25号，魅族带来了继任机型魅族 Note 8，这台手机能否延续上一代的辉煌，成为千元大屏手机的标杆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外观上的 Note 8使用了现在主流的全面屏设计，6寸大屏拿在手里也不觉得累赘。18:9的屏幕比例，加上上下对称的窄边设计，看起来很舒服。而后盖的金属材质摸起来非常的细腻，有一种舒服的磨砂质感，不容易沾染指纹。相信这也是为什么 Note 8一直坚持金属材质的原因。这一次 Note 8在配色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除了曜黑和艳红之外呢，还新增了烟紫、灰蓝等时尚的配色，喜欢亮骚的小伙伴们可以大胆的买买买啦。虽然这次 Note 8采用了后置指纹识别，但是为了配合全面屏，魅族 Note 8也提供了3种交互方式，一种是传统的安卓导航栏，另外一种是 MBAP 的操作方式。轻点屏幕下方横线是返回，重按是回到桌面，屏幕边缘上滑是开启多任务。第三种则是与 iPhone 一样的全面屏交互，屏幕边缘短滑返回，长滑回桌面，长滑停留开启多任务。3种方式一样好用，就看你的选择了。除了拥有非常优秀的外观设计之外，魅族 Note 8在硬件上也是非常的厚道，除了全系标配的 4GB 大运存之外，还搭载了骁龙632处理器，这颗处理器拥有14纳米制程，在功耗和性能之中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36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再加上18瓦的快充，实测起来重度使用一整天也不用担心，让你逛街不用再带着累赘的充电宝了。至于年轻人们最关心的游戏问题，魅族 Note 8同样支持最新的游戏模式，并且可以开启火力全开功能，让处理器的性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此外，魅族还联合腾讯专门为魅族 Note 8开发了王者荣耀 Vulkan 版本，我实际体验下来感觉真的非常好，帧率稳定不卡顿，玩游戏半个小时也不会过于发热，其整体表现不像是一台千元机。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尽管拿去放心的排位上分吧。在 Note 8邀请函曝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拍照会是它的重点。
上代机型广受好评的索尼 MX362 双摄模组得到了保留，虽然很遗憾没有加入旗舰机所拥有的 AI 场景识别和自动 HDR。但是呢，它有红软虚化算法的加持，能够让你轻松地拍出虚化的大片。在夜景呈现上 ，Note 8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Note 8还支持全像素双核对焦，我们斗胆用 iPhone XS 对比了一下，发现对焦速度不相上下，这样的表现足以让我们很惊喜了。而前置800万像素镜头同样支持红软算法。配合着去拍功能，瞬间让你萌萌的。总的来看，魅族 Note 8依旧延续了上代的高性价比，在千元大屏手机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其优秀的外观设计更是为其加分不少。1298元的售价平易近人，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全面屏的福利，在这一点上魅族确实是很厚道了。魅族 Note 8将在11月1日正式开售，你心动了吗？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比格科技。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带来魅族 X8 的评测。定位轻奢的它究竟与16还有 16X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先来看外观设计，魅族这次破天荒用上了刘海全面屏，而并非16系列的全面屏。不过在刘海的设计上又一次吊打了其他刘海屏的手机。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已经发售的刘海屏手机，或者是放在全面屏的机型里也毫不逊色。其原因是 X8 柔软顺畅的刘海弧线，还有高达 89.6% 的屏占比所带来的观感。做到这个屏占比是用上了同价位颇为罕见的 COP 封装工艺，配备 18.5:9 的 6.2 英寸的 LTPS 屏幕，分辨率为2220×1080。同时 X8 提供了仅 1.7 毫米的左右边框，拥有比16更窄的上下边框。这次 X8 带来了三款颜色，分别是亮黑、玉白、幻蓝。不过本次评测没有幻蓝版 X8， 具体可以看发售的真机。三款颜色前面板均是黑色面板，感光元件和呼吸灯隐藏在听筒左侧，铝合金喷砂阳极中框根据了后盖的颜色分别调了银、灰、蓝三种颜色，中框左侧有双 nano 卡槽，右侧为音量电源键，上下有四条天线带，上方左侧有耳机口，下方开孔左右对称，中间为 Type-C 充电口，中框与后盖接缝处有细微的倒角，配合 7.8 毫米的机身厚度，握持起来可以感受到后盖与铝合金中框的过渡平滑。 X8 的背面设计与价格相差不远的 16X 不一样，但却用上了16的三明治设计，16环形闪光灯的位置到了 X8 成了指纹模组，而双色闪光灯放到了双摄上方，看上去同样协调，配合后盖的量子对战工艺，高光看起来晶莹剔透。 X8 这个背面设计一